是什么天气预报啊？小心，台风就要。楼都在摇，哇，吓人吓人！啊，去，楼都在摇。太小了吧？好看好看，站都站不住。你猜的啥呀？看看我家多牛逼。可以来到我们的身边一起参与这次回忆，来吧伙伴们，等等大家。妈呀，这老师据说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台风刚结束啊，走出去看看对昆山华侨有多大的影响。小区里面也是一片狼藉，你看这个路牌都被刮掉了，路两边的栏杆无一幸免，全部刮倒，两边的小树都趴下了。居民国的保安瓶这么大的树都连根拔起了，可以想象风到底有多大，路边倒的全部电瓶车还没来得及扶起来。有我们来了，哎呀，我也是醉了。这就叫不来攀难啊！我们小区这家人家窗子挂掉了，窗帘都露出来了，感觉他那个玻璃边上玻璃也在晃了。是的。你别穿了，
没关系，又活了一天，已经很厉害了。这个被子夹真难受，人也在晃，我感觉我站着我都站不稳。玻璃在动是吗？对。哇！天哪！真的吓死了，人都站不稳。有没有跟我一样是高层的？上海有很多人也都是靠外卖为生的，他说这下天都塌了，没有吃买吃的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只能饿一天了。不过这次台风吹得挺快的，不过应该一天也能结束了。真的，大家不要轻视这个台风啊，别出门啊，这个台风你可能看上去现在风不大，你自己出去感受一下，真的人都能把你吹得走不动路啊。台风一般要多久呀？哎呦，多久？你想开车？哎呦，我天！你说打个电话可以请问他。就我们得撑一天。你那个火那些关了吗？